大家好，我是莉莉，我现在读一个故事，是小老鼠的影子。一只小老鼠提心吊胆地从洞里爬出来，向四周瞧一瞧，有没有猫和其他的敌人。突然它吓了一跳，就在自己的身旁蹲伏着一个黑乎乎的家伙。猫？还是黄鼠狼？还是猫头鹰啊？他把身子的大半部缩进洞里，这样即使对方上来逃回洞里也会很快。小老鼠先把嘴巴伸出去，又把半个头伸出来，再把两只眼睛露出来，东看西看，什么也没有啊，完全是自己吓唬自己嘛。他又大模大样的爬出洞来，啊，又是一个黑乎乎的家伙，慢，慢点，这回他要看看究竟是什么呀。他看，黑家伙也在动，他动，黑家伙也跟着他，好像是自己的影子哎。难道他真是我的影子？胆小如鼠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类讽刺他们当中胆小的一句话。更何况这只小老鼠是鼠辈中胆子最小的，他当然不会轻易地相信一个偶然发现的东西。他横看竖看，一点不错，正是自己的影子。突然他发现他躺在地上的影子竟比旁边那块石头还要大呀。啊，哈哈，原来我也是个庞然大物嘛，对不对呀？小老鼠像发现新大陆似的高兴地跳起来。他想起前几天一只猫来追捕自己，当他逃出猫爪逃进洞里的时候，然后又回过头来向外看看，追他的那只猫也不过像半块石头那么大嘛。原来我比猫还要大。小老鼠越看越得意，越看越自豪，越看信心越十足。下次那只猫要是再来的时候，我一定要一口咬住它的头。然后就在小老鼠下决心要吃掉猫的时候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它已经落到了一张巨大的嘴巴里。那些尖利的牙齿像钢做的珠子一样，还有那血红的舌头，啊，猫的嘴巴。当小老鼠发现真相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好，谢谢。如果你们喜欢莉莉的故事，就帮我点个赞、订阅和分享吧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